这是一个洛克人粉丝做的同人游戏，玩下来玩玩看。他只能用键盘玩的样子，他这种丢不会吧？干，还有能量限制，三小，他居然可以二段跳，哎，好屌！怎么样呢？喂，哎，干你啊，怎么打不到？他妈，这怎么破烂？是速化剂的追手，怎么你还没追？你还没追叫我玩，我要关游戏了，拜拜！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要关游戏。这是他做的啦，就刚刚追随那个速化剂。那我们今天在忙这种案子，就你遇到一个同事，整天他妈都不在办公桌上面，三不五时去厕所滑手机。各位啊，这个就是你如果不满意你现在工作的岗位，你想要逃离这家公司所要面临的困境啊！我要进他们！哇，他连死掉都如此的平淡。你真的就是一个完全不起眼的小兵，你知道吗？你的人生就是如此的不起眼啊，就跟洛克把你打死，他也不会记得你一样，因为他已经打死过100个你了。你是谁，他也不知道啊。你人生就是跟垃圾一样，无声无息的死去。哎，火龙哎，啊！哎，靠腰！哎，他妈血条太长了吧？好像有放，大哥，应该是我放的。哦，好屌！我居然扛得住他两拳呢！啊！以前有个故事啊。来，大家椅子拉好，跟你们说个故事。以前有个红色的机械人跟蓝色的机械人，他们看到这种石头就可以直接，然后就过去了啊！这个不行，这个游戏让你领悟你的人生就跟平常的你一样。有没有看过《赌博默示录》？没有的，赶紧去看啊！如果你以为你的人生还有希望，赶紧去看啊！你的人生就马上没希望了。我们人就是开始啊。哎、欸，啊，靠北！我以为要打那个会飞来飞去的。你是爱丽丝，他在哪里？带我过去。干你娘，在隔壁，你是瞎了是不是？我不能让你这样去见信长的旗号，指挥棒。虽然叫军人放下指挥棒，太可怜。天空系虎的坠落，难道一切都是你的杰作？靠腰关我屁事啊！我只是个领正职薪水员工。啊！我操！等下，我不能冲啊！哎，你看你哥哥啊，你哥是哪里来的畜生？仗着优越的机体性能，在那边滥砍量产机。哦，我知道，他已经输了。他已经输了，哎，哎，哇，直接无情标题耶！这是致敬洛克尼克的七吗？他直接连问你 continue 都不屑，你的人生就是如此的垃圾，你是垃圾中垃圾，垃圾你连续关的资格都没有，你给我滚回标题吧，垃圾！哎，可以耶。哎呦，那我现在战斗力从克林大概提升到小时候的悟饭啊，不放水啦，不放水啦！我跟你们讲，虽然我是现在量产机这个外皮，风之人是艾克斯啊，这一只要死了。你那个拔蜡是没有用、啊，哎，不堪一击。包林球，包林，靠背，哎哎哎！到底是谁玩谁？我玩你！
欸，他不是在跳吗？哎哎哎！他被箱子卡住了！哇，太神了吧！哎，这比剑心好玩哎，好强哦！然后每个血都跟 X5 一样。他们是从 X5 的那种，哎，为什么？哎，我跳不能，我不能跳射，哎，我不能，哎，有没有新的动作？不会吧？眼睛花了。喂？什么意思？哇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这关做比洛克人科斯的机车关好玩多了。有啊，这个是隐藏模式，这个你要在洛克人科斯4里面打一个最新的密码。最新的密码才可以玩这个小兵，这个密码至于什么我不能说，这是玩家之间的秘密。没有，我在打嘴炮，不要太认真，我在打嘴炮。哎，为什么会撞到墙壁？靠呗，但是过洞哦，他是被打到的，会忘。干，哪有人打完升龙拳用欠密空插的啦？干你你！没想到我会败在你手上，我太小看你了。在这最后一刻，就让我告诉你真相。我这么做，一切都是因为……这个基地的大家都变得不太好沟通。我知道你想做什么，我来帮你带路走吧。啊。是吧？哎，他这边可以使用。哎，哎，哎，是我莱德，你最好的朋友艾克斯啊！哎。
躲波动型。好、哦，还好我从来没喜欢过莱德博士这么，在我的心里，值得尊敬的博士就只有一个，就叫威力博士。绝对不会说，哎呀，他的胶囊被炸了，然后他妈突然赏你一发波动拳，已经是看到你是一个非常具有潜力的量产型非正规品，然后好好用他的知识跟科技来加强你的性能。哎、欸，这可以躲？作者这真的可以躲吗？故意就是做这个，哎、欸，老板，哎、欸，靠腰这边有洞哦，我怎么越洗命越少？翻滚是无敌的，哦。在秋啊，如果测试版破关，能不能帮我放个阿努比斯神像在一个奇怪的地方？我要 EX1 代的那个阿努比斯神像，然后跟他对话讯息就是：我不知道你是这种人欸，我不知道你是会用阿努比斯的人欸，看，靠左，欸，欸。卡尼尔，我错看你了，不是，我才不会做出这种卑鄙的行为。都放下武器啊，和平和平，放下武器，你究竟是？我是非正规品啊，不是，我是非正规品猎人啊，我是杰贝雷啊。我要平息这场暴动，不要闹了。身为一个垃圾，就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。你和这里的人，其他都不一样吗？哎、欸，他们会互打，好屌！被砍掉了，我的妈！哎、欸，杰罗怎样？再打下去没有意义，都住手吧！哇，我的任务已经达成了，仲裁部队已经飞到宇宙去了。这个结果实在太令人满意了。你是西格玛，让仲裁部队和非正规品猎人互相战斗作战，非常成功，愉快。再用最终武器来收拾地球就行了，这都原本跟 X4 的剧情一样。我被他给跑了，出发去宇宙啊！哎哎哎哎哎，有密码，有密码，好屌，什么歌？这不就是五代那个配色吗？哇，还真的是很有 Ultimate 的配色感，好屌！哎，科斯伯有在哪里调一下？哇，这个感觉就很强，按 Z， 哈哈哈哈哈哈，太强了吧！